彭昱畅与陈雨菲再会面，妹妹张子枫发起丑照，兄妹情表现淋漓尽致。彭昱畅大家都知道，作为向往的生活中的常驻 MC， 近日他和陈飞宇两人互换粉丝信件的事情引起了不少的言论。然而终于两人再碰面了，这一次彭昱畅请他吃了一顿火锅，饭后两人拿着信件照了一张照片。而同时当天同样是张子枫的生日，当天彭昱畅发文祝妹妹生日快乐，不过后面还加了一句表达自己生日将近，提醒妹妹该给自己准备生日礼物了。而妹妹更是发文表达自己听不懂，随后自己在评论中发了一张哥哥的照片，而这张照片却十分搞笑。两人虽然不是亲兄妹，但在我们旁人的眼中却比亲兄妹还要亲，在很多时候都能看得出来。